大家好，我是反党分子多伦多方言。习近平呢，我们过去总聊他，但是聊的侧重点呢，都是他的执政能力和他当下的一些表现。这一期呢，我们聊聊习近平的前半生，也就是聊聊他在当国家主席之前的事情，说一说他到底有没有在文革中被迫害，以及再来看看他的官场经历，看看他的晋升到底是不是拼爹的结果，是不是因为他红二代的身份。 首先要聊上面两个问题呢，你不论是文哥被迫害，还是他红二代的身份，那自然都离不开他的父亲习仲勋。他的红二代身份是得益于习仲勋，而他被迫害呢，也是得益于习仲勋。习仲勋有两个老婆，第一个老婆呢叫郝明珠，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呢是习正尼，然后呢两个女儿分别是习和平和习前平。之后他的第二个老婆呢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齐心了。 齐心为习仲勋生下了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呢，分别是齐巧巧、齐安安；而两个儿子分别是习近平和习远平。这里面呢，有两个小细节可以详细聊一聊。首先是两段婚姻的时间。根据记载呢，习仲勋是于1943年的4月认识当时17岁的中学生齐心的，之后呢，于1944年的4月迎娶了齐心。 而郝明珠呢，则是和习仲勋在一九四四年的四月才离的婚。这两任老婆呢，是属于一个无缝衔接的状态。啊，这个小三插足呢，应该是实锤了。此外，另一个细节呢，则是习近平的名字。我们都知道，习近平的女儿叫习明泽，而习远平的女儿是叫习明正。这两个人名字里面都有个“名字。这样起名字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这是按照了习氏家谱的辈分去取名字的。习氏家谱的辈分排序是这样的。 国誉永宗，中正明通。习仲勋呢，就是中字辈人。有人说这不对啊，他叫习仲勋，又不是习中勋。习仲勋呢，他本名就是习中勋，只不过呢，因为中勋有着中国原心这样的寓意，所以呢，后来才改名叫习仲勋。而徐仲勋和前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习正宁，很明显是按照这个中正明通的顺序去进行排序的，并且呢，习明泽也是如此。但是习近平却没有。 习近平到底最后为什么没有叫习正平？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当然，我们回到习仲勋本人的经历。习仲勋呢，作为陕西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自然在开国之后呢，获得了比较高的地位。在建国之初，习仲勋是作为封疆大吏存在的。当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中国被划分成了六大行政区，而习仲勋一开始的官职就是西北大区的实际统治者。 这个性质呢，就有点像历代王朝建国之后分封的诸侯王，因为是六大行政区，除了中央之外呢，和习仲勋地位类似的还有四个人，分别是东北的高岗、西南的邓小平、华东的饶漱石以及中南的邓子恢。当然，这种诸侯王的危害呢，对于饱读二十四史的毛泽东，那他自然是十分了解，而且呢，毛泽东也从二十四史中吸取了教训，在一九五二年的九月份。 毛泽东开始了新中国的杯酒释兵权。当时，毛泽东以实施计划经济缺人为由，把这五个人调入了京城，也就是北京了。这件事情呢，后来被大家戏称为“五马进京”。这五个人的进京，除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弱了地方诸侯的力量，当时毛泽东这么做呢，其实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呢，利用这些诸侯王的力量来钳制刘少奇和周恩来、习仲勋在进京之后。 一开始的职务是分管教育，后来呢晋升为国务院副总理，而当时的国务院呢实际掌握在周恩来手中，这就分享了周恩来的部分权利。而这样的出身呢，自然让习近平早年的生活条件十分优渥。他在八一学校就读，啊，这个八一学校呢是个典型的干部子弟学校，在中国还很困难的时期呢，八一学校就有着充足的肉蛋奶供应。 此外，据说呢，巴一学校还有自己的游泳池、足球场等设施。不过呢，情况很快就出现了改变。我在视频开头放的图，应该是大家经常看到的一张图，这是习仲勋被游行批斗的图。有这张图呢，自然就表示习仲勋在文革的时候，他没有逃过一劫。因此呢，也有很多人特别不理解：习近平，你既然已经吃过了文革的亏，为什么还想要在中国发起一场新的文革呢？ 那我们就接着聊聊习仲勋到底是为什么被批斗的，以及习仲勋被批斗之后，习近平的生活到底又是什么样的？我们上面讲了，习仲勋呢，当年进京的时候呢，坊间一直流传着五马进京之说，但是后来进京的五个人中出现了高岗一人独大的情况，因此当时又有了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说法。高岗在进京之后，和同时进京的饶漱石达成了一个新的政治联盟。 当时他们的这个政治联盟在中国政坛是第三大势力，前两大分别是毛泽东集团以及刘少奇、周恩来集团。当然，只做第三大集团并不能满足高岗的野心。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高岗发起了倒流倒周运动，希望通过扳倒刘少奇和周恩来，让自己的政治地位更进一步。而根据美国知名汉学家泰维斯收集到的史料，高岗在倒流倒周之前。 实际上是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的。当然了，正斗他也是要讲手段的。高饶联盟进行导流导周呢，也不是直接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发难，毕竟两个人呢都是中共的元老。当时高饶联盟发起攻击的首要目标是刘少奇的手下干将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但是高饶两人误判了形势，在发起进攻之后，包括邓小平、陈云、朱德、叶剑英等中共元老。 他并没有站在高饶两人的身边，而是站对了刘少奇以及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就让高饶两人的形势十分不利。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也不得不放弃高饶两人。最后，倒流倒周运动失败，高饶两人被罢黜。后来呢，又被定义为反党联盟。最终呢，高岗于1954年自杀，饶漱石呢被长期关押，于1975年病逝。 高岗呢，本身呢，他和习仲勋是同样出身陕北的，关系甚密。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呢，习仲勋并没有过多的参与，所以在高饶出事之后，习仲勋并没有立刻受到牵连。那为啥还要特地说高岗的事情呢？这主要是因为高饶事件为习仲勋之后的倒霉埋下了伏笔。时间来到一九六二年，当年爆发了知名的刘志丹案，这个就牵扯到了习仲勋。 那这个刘志丹案又是怎么回事呢？刘志丹是当年和高岗、习仲勋一起造反的陕西共产党人士，只不过呢，刘志丹死的早，在一九三六年的一场战役中就阵亡了。到了一九五四年呢，中央决定让人写一本纪念刘志丹的小说，而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的妻子李建同又接过了这个任务。该小说呢，一直到一九六二年才写成，随即呢，在光明日报等报纸上开始连载。 而这小说一出版就出事了。当时呢，江青一派为了进行党内清洗，通过这个小说找到了理由。在江青、林彪以及党内整人专家康生的授意下，该小说被定义为了反党小说。之所以这个小说它会被定义为反党小说，主要的罪名呢有两条。第一条呢是为高岗洗地，而第二条罪名呢就是抢夺毛泽东的功劳。 把毛泽东思想写成了刘志丹思想，那这件事情又是怎么牵扯上习仲勋的呢？主要是因为习仲勋他曾经参与过稿件的审核啊，虽然当时习仲勋表示稿件写的有问题需要改。此外呢，毕竟是描写陕西红军的事情，那自然呢也少不了习仲勋的事迹，因此呢，这部小说又被安上了一个过分吹捧习仲勋的罪名，随即呢，习仲勋被打成了反党集团成员。 遭到了党内高层的集体批判。当然，从现在的视角来看呢，其实习仲勋被打倒是迟早的事情，和这本小说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他没有站边江青集团，那么被打倒呢，在文革时期就是迟早的事情。这本小说呢只是一个借口而已。而习仲勋被打倒之后，习仲勋和习近平一家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首先被打倒之后就是抄家，在抄家之后呢，习仲勋、习近平一家。 被软禁在了北京西郊一个叫做西公所的地方接受隔离审查，而这个时候的习近平呢仅有十岁。不过和大家想的不太一样的是，习仲勋被打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彻底的开始，所以这个时候的习仲勋呢也并没有一下被打入监狱就被判刑坐牢被虐待什么的，而是在接受一顿审查之后，把习仲勋下放到了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 此外呢，在这个时候，即使习仲勋已经被下放了，但是习近平呢，仍然能在北京的贵族小学八一学校就读，并且呢，以六五年的九月升至初中部。而且根据习近平的自述呢，当时的同学呢，对于他家出事的情况呢，也是知之甚少。这个时候呢，他受到的波及还不是太大。不过到了一九六六年底，伴随着文革的爆发，情况开始急转直下。习仲勋在这个阶段。 就已经无法安心再做个小厂长了，因为文革的浪潮，从而受到了游行批斗。大家经常能看到的反党分子习仲勋的照片呢，就是在这个段时间内，习仲勋遭受西北农学院的红卫兵批判时留下的。至于习近平呢，也在这段时间因为出身被关进了少管所。不过呢，虽然文革持续了十年，但是对于习近平一家的极端迫害却没有这么久。 习仲勋和习近平最悲惨的时期很快就过去了，而这呢，主要是得益于毛泽东的政斗需求。在1967年，中共高层爆发了大闹怀仁堂事件。这个事件呢，就是陈毅、叶剑英等一众中共元老和江青、康生等人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啊。当然，你也可以视为一众中共元老呢和毛泽东直接产生了冲突。最终的结果是，陈毅、叶剑英不敌毛泽东和江青等人，败下阵来。 文革呢得以持续，但是毛泽东呢出于安抚党内其他元老的政治需求，也示意呢要善待习仲勋这样的人。一九六八年呢，毛泽东就亲自批示说：“仲勋同志呢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不是还没出版吗？”在毛泽东批示之后，习仲勋很快就被接回了北京，软禁在了北京卫戍区。虽然没有官复原职，但是在毛泽东的批示下。 至少得到了一定的保护，躲过了文革的全面批判，也等于逃脱了死亡的命运。而这个待遇呢，其实已经比当时其他很多中国人的待遇要好很多了。在习仲勋被软禁之后，那习近平呢自然也不能闲着。当时毛泽东在中国发起了上山下乡运动，而习近平呢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也准备找一个农村去历练一下。习近平呢他本来想去他父亲习仲勋的老家陕西富平。 因为当时觉得呢，那里有很多曾经习仲勋的老部下和亲戚，可以让习近平呢得到一定的庇护。但是人走茶凉，外加习仲勋呢现在还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所以当地人呢并不愿意和习仲勋一家扯上太多的关系，也就没有人愿意接受习近平。当然，毕竟习仲勋呢还是被毛泽东点名保护的。最终呢，在知青办的操作下，习近平于1969年被分配到了梁家河进行插队。 此时的习近平年仅十七岁。对于习近平这段知青岁月呢，很多人认为他和当时很多知青以及黑五类后代一样，在这段时间内过得很惨，属于当时最惨的一群人。但是实际上不是。习近平在文革时期的待遇呢，虽然比不上当时其他正在当官的官二代，但是呢，也比普通老百姓要好很多。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很符合这个时候的习近平。 习近平在初到梁家河的时候很不适应，根据他后来自己的描述呢，在这里住的也不好，吃的也不好，一年都吃不上几顿肉，这其实有点凡尔赛了。当时的中国普通人本身一年就吃不上几顿肉，所以在插队的几个月之后，习近平就受不了了，他自己买了长途汽车票和火车票，逃回了北京。这种乱跑的事情，在迁徙管制极其严格的旧中国，对于普通人来说，实现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而且后果也是很严重的，但是呢，习近平过得不开心，还是说跑就跑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习近平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原因。逃回北京之后，习近平投奔了他的姨父魏正武。当然了，他的姨父也是中共高官，最高呢担任过中国农业部副部长，并且在这个时候呢没有失事。那么，习近平为什么后来又会回到梁家河呢？首先，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回到北京也不轻松。 因为是无业游民，习近平被强制加入了所谓的青年学习班。那啥是学习班呢？按照道理呢，学习班应该是上课，但是当时呢是文革时期，在文革时期的学习不是读书写字，而是工作。所以他回到北京呢，也在进行高强度的工作。而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呢，显然让习近平很不开心。此外，第二个原因呢，是其姨父魏正武也一直在劝说习近平。具体如何劝说的呢？ 根据习近平的自述，是劝他呢要什么走进农民，要实现什么共产主义的啊？我觉得这个纯属放屁。理论上更可靠的劝说方式呢，可能是劝说习近平回到农村好好干，起码这样呢还有政治前途，总比在北京什么青年学习班做苦工要强。当然了，具体怎么劝说的，这个就没有人知道了。最终，习近平在北京待了半年之后，就又回到了梁家河。 这次回去之后呢，习近平没多久就当上了梁家河的大队书记。当然，对于为什么他能回去就当上大队书记，习近平自己的说法呢，是因为自己能干活，肩扛两百斤，十里山路不换肩。啊，此外呢，他还说自己学富五车，能力出众，导致村里的人呢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都找自己商量，所以最终才当上大队书记的。啊，至于他当上这个大队书记到底是真的因为他的真才实干。 还是因为他的姨父以及其他人的帮助，就不得而知了。之后呢，再到一九七五年，伴随着习仲勋的批斗级别呢进一步下调，习仲勋呢也被解除了监视居住，并且下放到了洛阳耐火材料厂。而习近平呢，也终于摆脱了梁家河这个大农村，通过工农兵学员推荐制度进入了清华大学。当然，对此呢，习近平说是因为自己的表现优异，但是从时间线上来看呢，肯定跟他的父亲是有关系的。 这个时候呢，习近平二十三岁。再之后呢，就是一九七八年，伴随着毛泽东的死亡，四人帮被打倒，习仲勋的罪名被彻底清洗。之后呢，习家也算彻底走出了低谷。到这呢，习近平的悲惨经历也就基本上算是结束了。其实我们反观习近平的文革时期的遭遇，因为习仲勋呢，他本人虽然处于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但是呢，他并没有明显的站队，所以一家受到的波及都不算太大。 只是文革斗争的附属牺牲品罢了，所以习近平在文革时期受到的迫害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得多，甚至应该说，即使被斗倒的习家，习近平他也比普通百姓生活过得要好很多。他满打满算下乡的时间也就六年，其中还跑路了半年，并且自己下乡的过程中还担任了一个小官。习近平的下乡其实收获也不小，在梁家河待了六年的时间。 最终还能去清华大学读书。讲道理，你就现在放在任何一个中国普通学生身上，你让他下乡干六年活，送他个清华读读，我相信呢，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愿意的。寒窗苦读十余载，不比梁家河插队六年辛苦的多得多。而在文革结束之后，伴随着习仲勋被彻底的平反，习近平的人生也就迎来了腾飞期。在习仲勋被平反之后，习近平一毕业。 就受到了远超常人的待遇。在学校表现平平，甚至很差的习近平，在毕业之后就被安排到了中央军委办公室工作，并且岗位还非常好，担任当时国防部部长耿飚的秘书。而这个耿飚呢，也是徐仲勋的老战友。不到了1982年，习近平为了更好的晋升，决定呢放弃中央的职务，到基层进行历练。当时和他经历类似的有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以及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 在父亲的安排下，习近平原计划是到靠近北京比较近的正定县出任县委书记，而当当地的一把手。但是这个安排呢，遭到了当时的河北省省委书记高阳的严厉反对。高阳他很反感这种依靠关系空降的干部。最后呢，习近平只讨要到了一个县委副书记的职务。不过很快呢，在一年之后，习近平就升任了正定县的一把手县委书记。而这个时候，习近平刚满三十岁。 如果你现在查中国最年轻的县委书记，你可以发现呢是三十三岁的王波，但是很显然呢，这个还是不如习近平的。而习近平当年在做正宁县县委书记的时候，最大的政绩就是进行计划生育。根据《纽约时报》引用中国内部的文件显示，习近平在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对该县累计六点一万名妇女做了节育手术。在正宁县历练三年之后，习近平再次被调任。 调任至当时经济发展比较好的福建省厦门市担任副市长。为什么一下从正定县调到福建呢？目前有两种说法。一个说法呢，还是因为高阳。高阳除了在习近平空降的时候阻止了习近平直接担任县委书记，此外，在后来习仲勋寻求关照提升习近平的时候，也被高阳拒绝了。而且高阳还在省委会议上特意披露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让习近平脸上无光。 因此呢，习近平才调任。而另一种说法，则是因为习近平及习仲勋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春风，他们认为呢，伴随着改革开放，河北省呢，它的发展有限，你在河北省呢持续做官很难有作为，所以呢，才主动调任到经济潜力比较大的福建。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呢？我们不得而知。或许呢，他们可能都是原因之一。但是不论怎么样呢，习近平在一九八五年的六月十五日。 履任了厦门市副市长，这正好是习近平的三十二岁生日。当然，习近平在厦门让大家最印象深刻的事情，不是他做了什么伟大的政绩，而是这个时间段呢，习近平在等额选举选举厦门市长的时候落选了。等额选举是指,指指定候选人，然后进行投票，投票超过百分之五十就能当选，这算是当时党内有限民主的一种尝试。 而这种选举呢，基本上都是能过百分之五十的，投票过不了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是极低的。所以呢，习近平落选其实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关于习近平落选的事情呢，包括我和王菊等数个大 V 呢，在之前都数次引用了这个说法。但实际上，我在做这期节目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这件事情呢，可能并没有可靠的消息来源，并没有消息证明习近平他有落选过。 根据厦门的县制呢，当时选举的也不是习近平，而这件事的出处呢是来自一篇名叫《谈谈我知道的在福建时的习近平》的文章，所以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呢暂时存疑。不过呢，这个其实不关键。习近平这个等额选举落选的事情呢，经常被我们拿来攻击习近平，认为习近平呢纯粹是拼爹的，在当地呢十分不受人待见。当然，不受人待见呢可能是他投票过不了的原因，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习近平，他其实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内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了。习近平当年到福建和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向南走得很近，这主要是因为向南他和习仲勋关系匪浅。向南的父亲向余年早期与习仲勋一起共过事，而向余年去世之后呢，其墓志铭都是由习仲勋书写的，所以在习近平调任福建之后，自然就和向南站在了一条线上。 但是在一九八五年，向南受到了晋江假药案的牵连，下台了。这个晋江假药案是怎么回事呢？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各地区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企业，而在晋江市呢，一开始流行的是食品厂，生产一些袋装食品，比如说什么冲泡银耳之类的。但是食品的利润很低，后来当地的企业把类似的食品包装成了治疗感冒等疾病的药物，而在包装成药物之后。 售价呢就一下比之前高了好几倍，这自然呢就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晋江的其他企业呢也迅速加入了进来，很快呢晋江也就成为了中国的假药基地。其实这个事情呢在中共本身呢也不是什么大事，向南呢他又没有从这些假药厂拿回扣，就算拿回扣其实也无所谓，毕竟中共官员贪腐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他成为当时党内保守派陈云、胡乔木攻击改开派的借口。 随即在保守派的操作下，当时的官媒大肆炒作这个事情，最终向南被迫辞职，而和向南一个阵营的习近平呢，自然也会受到牵连，这应该呢也是他在厦门无法晋升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呢，习近平毕竟在中央还是有人的，是有个爹在的，因此呢，习近平受到的牵连也不深。很快，习近平就被调任到了宁德，而在宁德的这个阶段，习近平最大的特点或者说政绩吧，就是反腐。 其在任的两年时间内，就查处了腐败官员四百余人，这个呢，比现在全国性常态化反腐下的正常县市查处的人数都还要多。这种大规模的反腐败，在那个年代是极其少见的。习近平上台之后会进行大规模的反腐，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有征兆了。不过，习近平在宁德也没待多久，也就在两年之后，习近平再次升官，升任了福州市市委书记，虽然还是市委书记。 但是福州作为福建的省会，这个级别呢，肯定是要比他在宁德时期要高一点。而在担任福州市市委书记的时候，习近平的另一个执政特点也开始显现，那就是喜欢搞大基建。在习近平任内，有三个重大项目：第一个是修建了福建长乐国际机场；第二个则是修建了福建到厦门的高速公路；至于第三个，则是和李嘉诚签订了投资协议，新建了古城项目三坊七巷。 这三个项目呢，都是典型的大基建项目，并且呢，当时的收益都比较一般。因此，习近平在这个阶段还受到了朱镕基的点名批评，说这些项目呢没有必要。不过呢，这也不能阻止习近平的升职。一九九六年，习近平不再担任福州市市委书记，升至福建省省委副书记，成为了省级官员，并且也就在次年，一九九七年，习近平成为了中央候补委员。 这其实是习近平一生的重要里程碑，当然了，这也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污点。说他是里程碑，主要是因为他进入了中央候补委员，就意味着习近平的地位再次上升。大家不要小看进入中央候补委员的这一步，当时的他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就意味着明确了他国家领导人候选人之一的地位。当然，为什么又说这个是污点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当选的过程十分不光彩。 我们现在都知道呢，习近平是以一百五十一个中央候补委员得票数倒数第一，第一百五十一名当选的。当时呢，候选人总共就一百五十四个人，属于呢倒数第四。当然，他的不光彩呢不仅仅是倒数第四的问题，而且呢是因为他被特批了。当时原定的中央候补委员就只有一百五十人，结果习近平得票第一百五十一位，本来习近平呢就不该能当选的。 而当时的胡锦涛呢，以及江泽民，为了扶持习近平这个潜在的中共领导人，无奈呢，只能增加一个中央候补委员的名额。现在呢，再看看习近平把胡锦涛抬下去的画面，那真的呢，有被笑到。此外呢，还好习近平当时的得票数不是第一百五十四名，要不然当年的候选人全部都得选上。当然了，在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后，习近平的晋升速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到了一九九九年，习近平再次高升，升任福建省代省长，四年即被转正。在这段时间内呢，习近平再次配合朱镕基侦办了远华案，也就是知名的赖昌星案。之后，在二零零二年，习近平被调任浙江省担任省委书记，正式成为了一个封疆大吏。在担任封疆大吏的时候，习近平还提出了有限政府的概念，认为政府呢应该限制自己的管理范围。 降低对于社会的管控，不知道呢。当时习近平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是为了纯粹的讨好胡温，还是他真的这么想的？反正他上来之后呢，这个所谓的有限政府啊，是一点没有落实。再之后呢，就是一步登天了。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习近平到底什么时候被中共一众元老认定为下一届国家领导人呢？但是在二零零七年中共第十七届一中全会的时候。 当李克强和习近平一起被定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时候，这件事情呢就属于正式公布了。在之后，习近平短暂的做了一年上海市委书记，就升任了国家副主席，并且分管党建、港澳和北京奥运会等事宜。之前我在评论习近平的政绩的时候，拿港珠澳大桥来批判习近平，当时就有很多人说，你不能什么石盆子都往习近平头上扣啊。 虽然港珠澳大桥是在习近平时期建成的，但是开工日期不是习近平时期啊，那是胡温时期就有了计划了。但是其实呢，当时分管港澳项目的就已经是习近平了。那么说完习近平的火箭晋升过程，我们再对整个时间线做个简短的回顾。一九七九年，在清华大学表现平平的习近平毕业了，这个时候呢，习近平二十六岁，他一毕业就立刻加入了部队。 担任国防部部长耿飚的秘书，在秘书的岗位上，习近平只干了三年。因为更大的政治野心，习近平开始转任地方。于1982年，空降正宁县担任县委副书记，此时的他29岁。次年即转正，成为正宁县县委书记。他总共在正宁县就干了三年。习近平呢，就再次得到了升迁，于1985年升至厦门副市长。此时，习近平时年32岁。 之后在厦门的三年应该是习近平升迁的唯一停滞期，因为不受待见或者是受到了向南事件的牵连，习近平在这三年并没有直接升职。三年之后呢，习近平于1988年转任宁德市担任市委书记，此时的习近平35岁，在宁德刚刚待了两年。于1990年，习近平再次升任福州市市委书记，此时习近平37岁。 在六年后，习近平于1996年继续升职，升任福建省副省长。此时的习近平43岁。并于次年，习近平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在1998年升任福建省省长。此时，习近平年仅45岁。当然，在福建，习近平也没有待多久。2002年，习近平进一步升职，到了浙江省担任省委书记。而此时，习近平49岁。 最终的五年后，在二零零七年的中央第十七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被正式确立为下一代国家领导人。此时，习近平五十四岁。环顾习近平的个人经历，他的升职速度可以用“开挂”来形容：三年一小升迁，五年一大升迁。其中任何一个小门槛，都是别人一辈子难以做到的事情。但是，这对于习近平来说，简直如喝水一样简单。 那么习近平能升迁这么快，是因为他有个老爹，还是因为他自己确实政绩非常牛逼呢？我们可以尝试再梳理一下习近平他人生早期的执政表现如何。习近平因为升迁比较快，长期执政的地区就只有三个，分别是福州市、福建省以及浙江省。但是呢，其实他只有在福州市和浙江省任职的时候呢，是由他主政的。所以我们看看这两个地方在他执政时期的数据是什么样的。 首先是福州市，习近平是于一九九零年上任福州的。当时呢，福州市的 GDP 总量是一百零二亿元。六年之后呢，也就是一九九六年，达到了五百七十五亿元，总体涨幅呢是百分之四百六十三。这个表现呢，确实算还可以。放在现在呢，肯定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但是呢，大家别忘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的时代背景呢是改革开放。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增速其实也是正常的。 比如当年福建的另一个城市厦门，它的涨幅就为百分之四百二十四，而当时泉州的 GDP 涨幅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八百五。所以，习近平领导下的福州呢，单论 GDP 增速，在福建省三个发展比较好的城市中呢，只能排名中等。而如果看习近平在浙江省的执政结果的话，习近平上台之初，浙江省的 GDP 是八千零四十亿，而其执政结束时是一万五千三百零二亿，涨幅为百分之九十。 而在同一时期，江苏的涨幅是百分之一百零二，广东的涨幅是百分之九十点八，而山东的涨幅是百分之八十八。在中国 GDP 靠前的四个省份里面，习近平的表现呢属于中等偏下。所以总体来说呢，很多人认为习近平在地方执政的时候表现就是一塌糊涂，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你要说他表现有多好，值得他这样光速升迁，那肯定也是不现实的。他的表现顶多就是个中等水平。 他的这种晋升速度和表现的不对等，和一些草根出生的领导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李克强，李克强在北大的时候就担任了学生会会长，成绩十分优异，这才使得李克强获得比较良好的晋升空间。而胡锦涛早年则晋升的更慢了。一九六八年呢，离开清华的胡锦涛在甘肃基层一做就是十三年，后来呢，因为在基层表现出众，得到了高层的赏识，才开始火箭提拔。 所以纵观习近平的经历，除了升职速度，其实他没有什么特别拿得出手的东西。很显然呢，如果没有他爹，他是肯定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当然了，如果他特别纨绔，执政能力特别差，估计呢也很难走到今天这一步。这大概呢就是习近平前半生的主要经历了。不知道你觉得习近平能成为国家主席，他爹的功劳占多少呢？从百分之零到百分之百，欢迎你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伦多方脸，希望你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